大家好，我上海，我现在云南曲靖南片区，这边一个小区电梯房，刚好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60平，家具呢都齐全，里面网线可以拉上，有冰箱洗衣机。进来这边呢是一个客厅，这边以后弄个 WiFi 在这边，是电视柜啊，那边是沙发，是长长的这种，那边就是卧室，厨房在这边，一共60平，这里面有洗衣机、冰箱，然后做饭厨具啊、锅碗瓢盆都有的。这个是马桶的，到时候换个马桶盖。看看这边沙发茶桌，往这边过来呢，看到这边是一大个阳台，电梯房呢是一层。这边呢就是卧室，卧室床是1米5宽的，如果有需要呢，房东在这边呢再加个一张床都加得上的，可以住个几个人也住得下。好，往这边过来看看这个房子，这边呢是厨房，下面是柜子，有洗手室，这边是有电磁炉、砧板、洗衣机、冰箱，然后这边呢是做饭的锅碗，那些都在里面，房东把菜刀那些都拿来了，砧板，你看烧水壶啊，房东都很细致，比较齐全。哇，这么多碗筷在里面，它是包括在里面。这个房子呢是8个1个月，可以短租2个月避暑，刚好电梯房嘛，买菜生活的比较方便。刚好房东呢下去买的菜就在下面，就有卖菜的嘛。出行呢有公交车，旁边有公园，也比较方便嘛。这个房子长租呢是500-600一个月，都可以长租，按年租这种嘛，所以价格就比较便宜，电梯房。好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是阿海，我们这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